基本上这支83碗可以说是非常好打的一支。绿珠我的暗珠出来，我的暗珠干出杀脸，真是给面子啊你！我要绿暗珠，他直接给我弄掉。这什么鬼叠珠啊？甘霖老师哎、欸，看我居然，我竟然做出这么失败的失误，对不起各位，我轻敌。哎呀，断暗珠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操！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看我补一下血，看看会不会被他锤死？会，他奶奶的！百姓死在这种关卡真的是他妈吐血，好，我们只能增加什么好火柱的几率。我居然断暗珠了，该何求？哦，这个算是属于一个小小的意外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增加一个天降的几率，好不好？啊、如果他不降就算了哈、哦，因为我也没办法控制他降不降。降一下，去你妈的！看闹死哎、欸，当当爹死在这里，我都还没丢了，有人跟人安息，他奶奶！哎，自己心里总控啊，啊！卡暗珠，哇，我天，卡心珠啊，这汉爹在控卡暗珠的啦。好、哦，林哥已经分享了，你默默的这样这样就对了，对吧、啊？这样子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冰火星。大家好，我是冰火。刚发生一点小小的意外插曲啊、哦，就是卡了一个小小的暗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卡暗珠，卡的太妙了、哦、基本上，你们要看吃食嘛，对，这样舒服的，那、啊、有舒服啊、哦。欸、师傅啊，你那个凶嘞，这样也能吃？操！我只能说这一队有办法吃到石头，太强了，真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一队真的很强，好不好？谁配的？平民百姓，说得好，那谁啊？没有人说，好、哦、算了。哦，好的队伍就是要分给我们的好观众，好不好？有过梦夜了吗？有，现在要过了，要过了，对吧？刚才是算发生意外了，他奶奶的！哦，这队稳定度大概90%吧，应该有了。要打十场，过个九场应该没问题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只要不要像我刚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鬼东西的，要记得、啊，轻敌是大忌哦。有没有两 combo， 保证平民转出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转对起平民转出，两 combo 呢？那实况组看那两 combo 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人那两 combo 的吗？无吧，应该是无吧。我看应该做困难的啦。好，我们加快我们通关的一个 timing， 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去哪里找这种两 combo 又可以带你们通关的实况组？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，这个两康博是故意这个哈、哦，这个节目效果，好吧？因为如果我神转猪，你们就不用过啦，好吧？除非你们也是神转猪，好吧？感觉我的队伍却翻船两次是怎样？就是我怕时间不够长，我拖了一点那个节目时间的。好、哦，还有不是感觉很稳，是真的很稳，好吧？我没有感觉，你和你说的一切，我没有感觉。这关看起来很easy啊，就是直接这样挂过去的意思。好、哦，这个省时间哦。
还有省时间不？这个要抓紧啊，过关啊！哎，76万，怎么少？无鼠盾，无鼠盾。比较好奇为什么我在看起来像在乱转？没有，没有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储一下 CD 到下一关用啊。木、水、光，哦，那你个卡住卡的断星珠，我今天破尾哦。哦，很漂亮蝶珠，可是为什么都没有消到星啊？神魔帮我制造效果，对啊，很妙哎、欸，那样帮我卡暗珠有点夸张哎，我真讲说夸张到一个不行。这时候不用担心我们压血，好吧？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大吉，看我怎么有点 不妙的感觉啊？87万会灌不过去吗？应该是不可能的代志吧？你是讲灌不过去，灌得过去也不对啊，是怕说连左边那一次一起灌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这样说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下一关是什么，看可不可以灌。下一关是什么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灌。那灌就一起灌吧，真的蛮晚知道不手残，对啊，真的啊，不，而且其实我手残只有一次，那真的灌过去了，我手残只有一次啊，也不能说手残啊，自己在那边乱玩，我想说稳稳的就随便转，应该随便过，结果自己转死自己，哦，然后这个是三鼠盾嘛，哈，水火木嘛，哈，他那个这个那个符号又弄错了，哈。他那波水，哦，稳定的队伍就是呈现给我们的观众哈。给啦啦，刚才看了百姓的实况台，就对啊，对不？哦，没得看百姓吃石头哇，没得看迄个稳定性队伍啊。都有，嗯，没有吓到我啊，好吧。啊，今天来的观众看到我看了啥了？看了吃石头，佮看了稳定哦，你知无？有没有一人吃两人补哦？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对啊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，专业。水火木有了，有水火木。然后应该不会有断星这种奇怪的现象了哈。哎、欸，真的星珠还不多哎、欸。娘娘浪子都说。过，但浪子都过了。他说关卡蛮轻松的。哦，我们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补血哦。哦，没有按住没关系，我们需要三鼠。如果他天降的机会的话，就给他送他一个数。哦，啊，今麦是虾米状况啊？现在是卡三色珠的掉呀，是怎样？现在是问卡三色珠的掉呀？你有个卡矿啊？我知道你要帮我除技，但是不是在这一关了，好不好？但也是可以的，不用担心。对啊，不是又我想把它赶快干掉、啊，它血还蛮多的、欸，130几万。啊！不用怕，慢慢来吧。不是我不是怕，我是觉得浪费时间而已的。我表现得很害怕吗？有吗？我没有说你很害怕。有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谁？哦，又有三十五。那我现在平均爆发只有4万而已。大爆发4万。嗯。就是魔盾，我知道。那。哦耶！嘿，哈哈哈！想要让我转不到，没那么简单。因为其实我的手机已经开始发热了，好吧？又断！啊，那的，你要知道我在这关磨多久、啊？我看一下，欸、不行哎、欸，不想在这关开机。又断了，
这个告诉各位，等一下不要乱开机哦，因为现在 有一个断珠的一个现象哦，后面就要小心了哦，这是一个征兆。你看，断火珠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不是我在胡乱的哦，这不是我在胡乱的哦，真的、哦。断火珠了，再断什么珠？水火木都有，都有。终于啊！不要再断了，为什么这么容易啊？啊？三手珠这么容易断？好，自己做的掉。你觉得它特别的？就有没有看到超会断的啊？超级断开魂结了。左边有没有看到？我叠了一个木珠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太快没看到。那这个有些时候百姓的这个手速是快到一个不行的地步，你会不晓得我在转什么。有看到？看到？有看到？投石问路，买啦！然后断案不行，断案水火木都不行，哦，没血还不能断心。据说刚刚这个很求丢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。哎呀，鬼的啦！跟你开玩笑嘞，看，你动作啊啊，没插头哟，动了好奇林老师卡好了。哎，我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叫轮摆式移位，知道吗？有空第一申请就知道，我刚刚是什么叫轮摆式。哦，第八关哦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开机呢？因为我决定一波再把其中一只带走。先看一下珠子，因为攻击珠我看起来不太够哦，所以我决定是这个，哦，做一个绿珠的动作。哦，然后我们这个开爱的加打起。哦，这个有没有很妥的感觉？保证是妥啊，保证是稳，又稳又妥。好，阿龙，这对如果看到这对啊，不晓得怎么配的，就是说你说你没有妲己，记得再配一只沙胖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先干掉这个克数。哦，这样除技是非常好除的。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哎呦喂啊，你好呀嘞！做厂长的一康啊，啊你两个西瓜都不多啊。哦，好恐怖！一康包看到没有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叫平民百姓，第一关卡用一康在玩。看怪不？我绝对袂甲你讲隐私，绝对袂安尼甲你讲。撞瑞，本来要撞的啦，啊靠，还是天降，本来要撞的，所以我刹了一下车，就结果他还是撞了。哦，基本上是可以不用除的那么稳啊，哦，只是百姓的习惯了，哦，因为我教大家打的方法都是稳的，哦，稳的，知道吗？刚刚有人说稳过还是稳死，当然是要稳过啊。屌打一波，有妲己没煞胖，有妲己没煞胖，用别人的煞胖啊，哦，这时候流星珠记得哦。这时候流星珠哦，流星珠，你们白天在冲啊？哦，过来一个流星珠，
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样转好像有点危险。这什么什么神天将啊？哦，好可怕的恢复力！四康宝刚刚算是也是守护哦，记得哦，刚刚还是守护哦。我跟各位讲过，我真的心脏有点承受不了了。好，老人家心脏不好，不要这样玩，我还是妥妥的打了。哦，流星珠哦，怎样才能？留住你的心。三 combo， 其实我刚本来不想做三 combo， 但是我还是做了。我真的，我刚想要做两 combo， 不小心做过头。83万也有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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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我咧惊啥？知道过一年被咬十年泡好疼。我妈被咬一年了，你惊死人家咧！一年被蛇烧被蛇咬了，哎，没关系，一年被蛇咬不死啊。咬一年，我看只剩骨头了。好，那这边我为了妥妥的打法，我为了妥妥的，这个我们是做一个打击的输出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不妥了，不要躲啊！哎、欸，各位，如果这样还不妥，都没办法哦。我嘞，其实很简单啊，但是刚反应失误了，自己会当当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失误会有点当当。开龙科吗？肯定是没有开的。坏！当当当当当当。为什么平民百姓不开龙科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上面基本上是可以属于一个乱玩的现象。我的攻击就会不会太多了？怎么越绿越多啊？哦，有点多了，不要介意哈、哦。这时候我绝对不会轻敌，正常我会吃我的一息，但这次我不会吃我的一息啊。我、哦、顺便跟各位教学一下这个怎么弄哈、哦，应该有人知道哈、哦。有常看百姓时光台应该知道怎么叠了哈、哦，怎么叠这个横向射击哈，应该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有这一张魔王月，我跟你讲，那么亏的基本上是没有用的。有用，知道吗？基本上亏的是没有用。我是看到左边图示做这一款都输五了，你知道吗？好、哦，这个怎么破？这个就这样就破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了解哦。你要把你要的珠放在这边，然后好了，往下移，好、哦，这样了解哈、哦。如果第一次来看百姓时光台的观众，好、哦，可以趁机了解一下百姓是怎么样的，用轻松的打法做一个通关的过程。好吧，欧啦欧啦欧啦，是我的 K 哦，1400多万。我们看左上角那个图示还在哦，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用一个图示，知道吗？那这次的通关队伍应该有算有符合我们的标题，虽然说跟我原本队伍不太一样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基本上很简单吧，应该是很简单，很神，但是又很平民的转租。好吧，神是主队，一次三成就，看到没有？很夸张哦。OK 啊，这样 OK 啊。